由日本知名制作人须田刚一先生所制作的 Let It Die 在欧美引发热潮，下载量突破200万次耶。究竟这款傻很大的 PS4 游戏在玩些什么呢？赶快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血腥特报。日本知名游戏制作人须田刚一先生作品的风格向来非常强烈，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这次他又带来一款须田 style 的好玩游戏 Let It Die。 Let It Die 的故事设定在未来2026年，东京南方出现了一座高塔，玩家受到死神大叔的引导来到这座巴比塔，任务非常简单，就是爬上塔顶。然而塔里充满了无数的怪物，其他前来挑战的玩家也全都是你的敌人。开始挑战时，玩家身上空无一物，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要从别人身上抢来，因此塔内就形成了一个不杀人就被杀的世界。能不能顺利存活下来爬上塔顶，就完全看你的操作技巧咯。Let It Die 去年底抢先在美国与欧洲上架，玩家突破200万人，现在推出了中文版本，让 PS4 的玩家免费下载。你有没有勇气打倒塔里的200万个敌人呢？快跟着嘟嘟一起加入这场杀很大的冒险吧。